没开出金了。好久。您上次开金已经过了多久了？我上次帮一个水友开了200个那个突围大行动，然后雪崩，是啥？没有出，什么就都没有。说明你已经前面垫了很多刀了。对。可以，我前面2个叉子出了200刀，哇，接我这近个痘痘，20。每张纸。哇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哇，很他妈多浓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痘痘巨他妈多。吃辣吃多了。看到没？哇。女性。明天如果那个美服英雄战骑士上了的话，明天可以给你们播下棋，好吧？可以播了吗？明天好像是我听他们说美服明天公测。能播吗？啊？能播吗？肯定可以播呀！哎，可以。妈，老外可以玩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玩？明天啥时候玩？明天看呗。可以。但是我好像库存满了，领不了，所以要先融合一波。哎，等一下，炼金好东西。你说，怎么说？你前段时间有没有开那个突围箱子？就我跟你说的，50几块钱一个那种。不知道，你看我什么货拿来练比较好，就直接说。这怎么没有图案？因为我意思，我想给你看能不能融那个淬火，你知道吗？感觉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？它加的有点慢，是有的，要等一会儿。怎么说？这个枪融了，城里的月光。这个融了可以出 AUG 崭新的一把300多。很他妈专业。这个呢？这个弟弟，直接用融。内格夫融。这个好像还有个玄学，等一下，什么玄学？那我看一下，有一把倒数第二把放在上面，那四季有一个就是好像这把，这把怎么了？你看一下，检视一下，它有个大蓝叶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值几百的？啊，你玄学它跟别人不一样，它别的它就没有，就只有它有。啊！所以我们在这个应该也挺值钱的，它是纯红叶，这个应该也挺值钱的。但那个大蓝叶是我知比较值钱的，对，就是比别人多了一个蓝叶。还他妈有这个说法？是的。那我不是浪费了很他妈多好东西？对。啊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其实那这个不值钱吧？这个不值钱。不管怎么样都不值钱。对，不管怎么样。你说哦，看一下是不是崭新的？0.38，你也看，几十块也还行。哎，但是也有个翡翠之龙，我看一下翡翠之龙。翡翠之龙，你第一把490，看一下，0.124，看它能练出什么来着？它可以练吗？可以练，等一下，演示。它是粉色的呀。粉色的可以练出，好像是火蛇吧？你看一下。就是拉到上面去的，有一定概率练出来。对，就一把好像是10%，十把就这个是终极他妈垃圾吧？垃圾，就直接看。但它是崭新的，你可以卡一个崭新的 AUG 动量，但得看命。这么多他妈臭逼学问，全是学问，对，不然就会亏。对，可以。不是，就是有可能会赚，但你要是乱合的，它就基本全亏。基本血亏，对，看一下火蛇，其实你往上可以放上，可以练个火蛇，练不练？你现在有材料吗？我看一下，你还有个石墨黑，翡翠之龙，使用快化手刀，石墨黑也是，石墨黑是哪个？我这把 T 是石墨黑，一把300多，里面看看是粉枪，对吧？看一下它磨损多少。崭新，怎么说？崭新好像7-8百，这把枪值7-8百。对，我看看，反正挺贵的。我上次想去找，感觉还挺贵。想说想练吗？就你要是能出火石的话，就能回本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两个这个枪，我其他的枪都不是那个箱子里的，不出火石怎么办呢？他就会被。就是你赌嘛，就一把是10%出火石啊。你要是10把不同的。是吧？不同箱子它就各占10%。那要不赌一下？
你可以再把它放到翡翠之中看出，这样你就有20%的几率了。但你如果想要练崭新火石的话，你就扔10把别的崭新的粉枪。那我现在材料其实是不够的，对吧？因为我那个箱子里头没有，没有啊，就我只有海之泡沫、石墨黑加翡翠之龙三个能练出火锤啊。但你有可能练出黄金锦鲤，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啊。50%出黄金锦鲤是很恐怖的几率，我觉得看着像50%，但火锤其实是这样拿出的。我觉得我第一次绝对成功，你信我？那你能找到10个这样的材料吗？它的材料挺贵，翡翠之龙，对吧？没了，我就只有两个裂开，没了，我只有两个。音乐太大声了是吧？可以。哎，石墨黑不贵，200多台。我看那我是记错了，那我可能看的是暗金的。这个可以合吗？这个是终极垃圾吧？箭毒啊这些东西。垃圾。就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垃圾的。都挺垃圾。可以，那这个呢？焦油缠绕也是垃圾吧？啊、这个。垃圾。我刚才看了石墨黑一把才200多，那还行。哎，我老是开 M 4消音，其实感觉还可以啊。崭新的才这个也没用吧 ？MP 5高斯这个枪感觉都没人玩了。觉得开人才枪，我最近开出花挺多。OK， 哎，哇，中两，看一下什么水？崭新0.29裂开。你可以卡一下，你可以拿那个紫色的崭新卡一下。卡一下。就很全是玄学，对细节其实都他妈在亏。我每次不想合的时候他就不出，一开始想合的时候，就每次想合他都不出。试一下吧，不想合他就出来，试一下能不能领了。哎，哦，好像成功了。哎，这啥箱子啊？这是钥匙，这个是。哎，啥箱子呀？卡住了，感觉应该就是领成功了吧？怎么说？小哥，不再练一波吗？讲道理，想开？想开可以。这个箱子是只出那个呀，如果出刀，它只出一个东西，它只出蝴蝶刀。啊？它金是只有蝴蝶刀。哎，蝴蝶刀箱子里面。上货，兄弟。看一下突围大行动武器箱，钥匙200把，可以，兄弟们开工了。我有个粉丝的梦想，这个我玩 CSGO， 他给送了我很多东西。他的梦想就是想自己开一把很屌的蝴蝶刀从这个箱子里面，然后他自己开不出来。如果我大行动的蝴蝶刀能开出来，如果我开出来，我就送他一个。可以。但是听说这个箱子的金是最他妈臭逼难开的。蝴蝶刀本身贵的，我看一下突围大行动。能开出什么系列刀？这个箱子应该也不贵吧？突围大行动，武器箱就这个吧。对，9毛，我一毛1.1块买，应该是秒买。买200个，对吧？哎，不对，它是9毛吗？哇，9毛这个箱子他妈挺贵的呀！哇，平常的箱子几分钱，这个有挺贵的。问一下水友，他这个箱能出那个多普勒吗？哦，应该可以，他没有多普勒。没有吗？沃罕多普勒，沃罕多普勒红碗翠罗出大理石可以。多普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宝石，就如果你到一定程度的，它就是宝石刀。直接开搞了，我先搞50个好吗？第一个出，来暗金，暗金都市他妈臭逼危机又来，3连都市危机，乳白橡胶。都市危机，都市在疯狂的危机。乳白橡胶，迷之弓，
银翼之弓这个系列枪哦，怎么说？感觉不错啊。沙漠之鹰，鹰魔者。看一下磨成0.11酒精的，还可以。这个磨这个还挺贵的。超新星红紫粉紫乱戳。但这个箱子里除了蝴蝶刀都不值钱，对，只有出金。它本身它就是几率提升会高一点，它比别的箱子少几个。是吗？对。但它这个蝴蝶刀，你看出紫几率好高。对，但它出金的概率是巨低。金，郭晶晶的金，白晶晶的金。金姑姑的金裂开，还刚开始，我感觉能出，就你那粉丝就是没在这个箱子里面开过刀，对。哦，我都好久没有出过金了。哎，感觉你库存还是满，好像没满满。是吗？嗯。我现在帮最贵的还是帮粉丝出了一个。抓住了，多少钱？5000刀，就这么几把屌，就尽力了。我上次前两天开了一把接近宝石的刀，有点难说，没有不是宝石。讲道理，我最近他妈要玩的游戏太多了，没时间玩他妈 CS:GO。我的那些终极神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以借我租我用。送给万能的高晴天，送给你玩一玩，品尝一下，借来品一品。想品哪一个？你如果选一个的话，只能选一个吧。对，我来拿龙驹了呀！对，龙驹多屌啊！龙驹哪谁都看得到，连对面都看得到。我以为真实，我操！我操！感觉。这金很难开，龙驹借水友，龙驹借水友，可能借了之后水友人都不在了。把龙驹借水友，借完之后兄弟可能再见就是某年的某个夏天，或者再也不见，或者再也不见了。讲道理，兄弟，应该是这种节奏。我看一下，市场。哎，我的箱子怎么不来呀？好烦！你库存满了，是吧？还得再合一点。可以，这么还得再合吗？对，你再大概合个。只有510件都满了吗？嗯，差不多。510件都满了。因为你有钥匙啊，不算这里。还有你一些奇奇怪怪，好像是每个背包放1000个东西吧。我操！我之前卡到他妈800多个都没满。你现在应该有很多，你刀什么的多少把？啊，这个合不了。你也看，这合了，你等下进去没枪了。他们说沙鹰不要合了 ，AK 不要，有些比较玄学的枪都不要。可以，那可以卖很多钱，还可以回点小水。就说啊，这个游戏开箱到今天为止了。我没有卖过任何一个开箱，没有卖过任何一个。我也是，俺也一样。你也是吧？没有动过。我没有动过任何一个，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亏，不存在什么哦回血这个300，这个500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只有永无止境的亏损。怎么这么多暗金啊？开了。嗯，再开，这还可以吗？哎他妈要荣耀，我操，这他妈也不够的呀！你剩下都是紫的吧？对，太夸张了。你紫出金其实也可以，卡几把。但是，那问题的关键一直。我们要去吃宵夜。为什么市场打不开了？可以啊，你再买，你再重新买一次。不会担心的。我那个订单是自动给我洗消了，是吧？嗯，对。讲道理，这次给你他妈的1.2元的东西，买150个。你的助理这样，你得把游戏退了，或者把商场退了。很过分。要退游戏。
所以那潮汕锅很好吃吗？我中午刚吃了一个，感觉很一般。还可以，上海的潮汕牛肉挺屌的，哪家叫？叫什么？他妈叫什么？牛气冲天，还是叫五毒不侵？叫什么？叫今日牛市，好像还可以。我下午就吃那个，是吗？我中午就吃那个，那你去那家店感肯觉。定不对。所以你需要上聊。那我只能跟你说，他那个感觉还达不到我的最终要求，怎么说？感觉你的嘴很刁。我在北京吃了一家，感觉还可以。怎么进的这么慢？完了，感觉你的库存只有20。不可能，他这次必，哇，感觉他这次必标满，你信不信？我因为我1.2块的价格收购的。有点慢。哇。国内到最垃圾的是多少钱一把呀？表面生锈吧，可能400。最垃圾的也是400-500。完了，这个80个怎么办？先开，又先开。可以，我再开20个。2、3、4、7这个数字很神奇，你信不信？为什么？5、7、6，这个数字很神奇，你信不信？7，7这个数字很他妈神奇。挺神奇的呀，讲道理，挺神奇的。一个粉还不错了，可以。说句实话，你这一行开了几个粉了？还有13，这个数字也很神奇，是吗？这是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这个数字，你懂吗？就这个13，对，很他妈神奇。吃了，我把这个瓶子吃下去。真的很神奇，你看周围全是那个机关枪，他就给了我们都市危机。哎，感觉模式还挺好。还有19也很神奇，14、15、16、17，裂开，18，你信不信这个19？按键好多。你信不信这个19？它一定不可能是泛泛之辈。那是什么？蓝色以上。它是多普勒。不可能，那都不能。那个大理石，他是他妈裂开，他至少是把狙，好吧？无尽深海，而且你看这个造型，他烂的他妈嬉皮包包。他啊，崭新出厂啊！哇，你看它上面全是这些磨损的痕迹，为什么是0.003？0.003，世界级磨损，为什么？你看它上面看上去这么烂，为什么是0.003呀？那是人家自己的，裂开，花纹。好，20个，来，给你开一波，知道吗？怎么说？来几个？来一，我来几个。你把这接下来来玩好吗？那，来看一下，看我家我的手气，一个子。你的幸运数字是多少？我的幸运数字吗？对，8吧，应该。八。在第三个了，可以。4。哎，感觉真的好难出啊，连个红都没有。哎，还可以，我还不错啊。6，这箱子很他妈难开。7，锦鲤。第八个怎么说？品一品。品一品。蝴蝶刀。Butter knife。裂开。你的数字跟我差不多。无尽深海0.11。真的。还可以吧，这种看的就是这种东西吗？哇、哦，好恐怖！嗯，哎，感觉来个红也不是很过分啊、哦。关键这红也不是特别贵，这红没有任何价值，这红他妈巨便宜，就只有这把刀，感觉只有这把刀。这个箱子还得看一看，只能开金，而且还没有别的任何，而且还贼贵。
对，裂开。这个箱子其他东西都是送的，只能开金。乳白象牙，乳白象牙，白象牙，黑檀木，还可以暗金，好多暗金，我看着。还行。我们今天的金龟就暗金了吧？裂开，无情生蛋。晕了，晕了俩。哦，经理，完了，开睡着了怎么办？说实话，这两百个只要能出后就满意了。随便出一个什么，任何地方抽出金就行了，任何一个金都可以。磨损0.999，一样可以。0.999吗？对，有这种东西啊。你要是那个，要是剩下是那，你要是那个破山峰，然后0.999，也挺贵的。那感觉也是一种。反向吸引，哇，那几哇，二星莫夫，哎，感觉还挺新，品一品，我也就他了吧，今天，哎，崭新出产的，0.01，可以，二星莫夫还行，哇，这不会安慰奖的，对，这个枪可能它能值40块吗？就是安慰奖了嘛，哎，这个还挺贵哦，鸡巴，40块，这个感觉应该能值个100吧，看不了，要国际服才能看，这个多少钱啊？嗯，西莫夫打到你系列还是挺猛的，不要，主要是 P90，你知道吧？50发拉出去秒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英雄半天。哦，啊，这样的吗？完了呀，今天我们感觉要毙了。摸摸大腿，真的玩这游戏不要碰箱子，这是忠告。好惨，真的，哎，感觉没有希望，你知道吗？裂开就。CSGO 的箱子是没办法让人看到希望的，这是最恐怖的。妈，来个好货呀！来个好货呀！没有呀，剩下八个给你，剩下八个给我，给你，可以。感觉可能就在这八个里面，好吧？猪之哥，猪之力。出，要不慢开一波？慢开一波，摇吗？剩下这几个摇一摇。哇，这个箱子开得很他妈绝望，真的，真的绝望，我真的绝望，因为我上次也他妈开了200个这个箱子，这次他妈的，感觉箱子真的好难抽筋，太难了。它是所有固定出刀型的箱子里面最贵的刀型，所以它概率最难抽。哦，过红不亏，过红过粉。过红过粉，然后给了他妈一个迷之弓，我裂开来。过金，过金，红，过了个红金，红金宝，过金，过金就出金了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就出了，裂开来。哇，怎么这么难开啊？这个箱子，我裂开了，兄弟。感觉它比手套箱难开多了。看，我们还有多少把钥匙？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乘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八六四加六，72，我们再买72个箱。这还有两个。可以，72，因为我把这两个算进去了的。啊，我的数学你信我，绝对无敌。突围大神的，看一下，我们他妈的再给更贵一点的价格，1.21，不，你直接买1.5，他只会买1.5以下的，再超过1.5的话，他也不会。可以，那我买72个，72个，
就有点希望，你还是满了七十。哎，好烦，物品订单又满了，裂开来。讲道理 ，CSGO 如果物品清单没满的话，我感觉我在这个游戏上，就它物品清单是无限的话，我在这个游戏上的消费应该会高很多，很他妈多。感觉你可以给所有一人发一把，你们划一个小时都划不到自己想要的枪，就找不到。所有一人发一把，你们划一个小时都划不到自己想要的枪，就找不到。那其实这个物品清单是蛮科学的，是。咱说挑战古堡啊，古堡三代，等他比赛，等他比赛，我有龙驹了呀，我有龙驹就不挑战古堡了。我现在如果真的想让我开，就是我觉得比较刺激的只有那个卡托，那是真的就绝版，基本等于没有，而且很他妈贵，那个比古堡他妈贵多了，一个等于十个古堡。对，你现在开那个卖多少钱？一个一千多，一个三千多吧。那还行啊，感觉比古堡还是能回一点的。对，但其实你这么想，古堡亏一个是亏八百，这个亏一个是亏他妈几千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但你那个数量多啊，这个数量少。太鸡巴贵了，古堡真的。哎，太鸡巴贵了。哇哦哦哦！怎么办？哎，你看你粉色的暗金有没有值钱货？我们可以和一个值钱一点的金那个红色枪赌一把。红色枪吗？对，因为粉色的暗金要贵的话，一把也几百块。几百块吗？对。怎么说？看你喽，你好多虐魔的。怎么说这个大眼盒了？哇，这个盒感觉吐了呀！粉色暗金不是特别多，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用你的紫色合成很多吧，暗金。紫色吗？紫色合成粉暗金，然后再拿粉去合。红色感觉也没什么搞头，其实说实话。这一盒，看一下魔神啊。这妈一股脑丢吧，管他的，管他的。暗金火蛇。哦，怎么了？哎，这个你是赚的呀？为什么？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火石的材料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这个你是赚的呀。0.13，对，很他妈赚。不是，这因为它是火石的材料。可以。哇，这么乱炖，感觉炖出点东西。乱炖，乱炖还可以啊。这个没用吧？啊？这个有用吗？没有。卧槽，这个枪感觉好难他妈的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叶子的？没有。灵光体。好了，再买一波。买多少个？70个。我的对，推一下游戏。这样好像就可以了。刷新一下库存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刷新一下，对。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1.5，是吧？还是可以。很他妈恶心！我们进，我想想，我们这次不进国服了，进国际服。哎，感觉国服。之前感觉国服容易开好东西，后面他们发现其实都一样，妈倒霉起来什么服务器都炸。我真的，那我开这个游戏我最受伤的是什么吗？嗯，就我被骗了一次。咋了？就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巨他妈运气好，哎，50个箱子什么两红两金啊，然后3连出金啊，全是。然后呢？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游戏的箱子挺好开的，哎，然后我就裂开了。这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吗？太他妈恐怖了！这句话很，关键他给你那都是垃圾，那让你又有一种错觉，很好开。对，总能从垃圾里面开到宝。我看一
我真的，我1700箱的出那把刀，垃圾刀，但它磨损特别特别好，然后还是有暗金的。进货。4800，什么东西4800？什么东西4800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东西？他们说我这把翡翠动4800，那个，就我刚合的那把，真假的？刚那把4800，我裂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刚说贵，没想到这么贵啊！我刚才看看啊。啊？这么夸张吗？感觉好像是被顺口逮麻麻。1000块呀、啊？我操！但他妈1000块，我怎么随手合了个东西他妈1000块？4800，只有一把。你那是润膜的吗？你那是酒精的吧？啊？我这个是，他那把是绿膜的吗？我这个也是绿膜的。哇操！4800，真的吗？真的？真的吗？那只有一把在卖，他摆4800，那这个东西贼少。稀有的很啊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炼金啊，他那个有天井吗？我这个也挺帅的，你别说，他是暗金的啊，4800那个有贴纸的，我看一下他们贴纸，是不是有贴纸啊？他有个咆哮贴纸，有个咆哮吗？那我觉得这个2000也有了吧？那你这么练出来2000也算啊？可以，牛逼！他有个咆哮贴纸，还有几个。我操他妈乱炖也能炖出这种东西，我他妈裂开了，感觉今天晚上我们的金就是这个东西了呀。他们说他贴着叫傲骨，是一个史成交不板，历史成交不板，我看一下历史成交。别吧，我历史成交1000块，我看了的。啊，历史成交500了。历史成交1000块。500啊。1000块呀，品自品。那这是Steam 上面的，对啊，挂到 Steam 上面卖啊。520怎么看？那感觉还可以。对，也行，520他妈也是钱，好吧。蚊子腿也是肉啊。伏地刀，呀呀，哇，感觉这个箱子是让人最他妈绝望的箱子，没有之一、啊。黑洞之箱，突回大黑洞。太鸡巴恐怖了。黑洞大行动。突围大黑洞，你要看能不能从黑洞里面送钱。送钱大行动，你妈突围枪！送钱大行动，黑洞枪。来，处男开一下，快点！这种时候可能就需要你这种社会废物。来，我看，来安排一下。嗯，算了。这种垃圾箱子让我开，那你的档次应该是开什么箱子、啊？你先搞个卡通，我可以开一下。可以。不过你这里除了你，还有其他人开过金吧？有啊，陈星仔啊，小新开过。对。哇，很他妈难开，而且现在变成了蓝蓝的天空，蓝色生死恋。我们刚才出了个红，感觉这个红应该就是个。应该就是个他妈的安慰奖了，就是个警告。就今天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就给你个台阶下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兄弟，别开吧。我说实话，我想我以后每天开200个这个箱子，每天开200个，总有一天一定能给他干出来。这箱子是最难开的了吧？感觉我每天开200个。我总有一天一定能够给他日出来，总有一天。我反正得出了个结论，就是人才，我开了每300都可以出1500。所以我最近热衷于开人才，虽然他箱子贵，但他出了，他出皇帝暗金啥的，暗金皇帝4000一把，崭新的，可以，还挺猛的。要那个，这真的是无敌的。无解，无底洞，没有希望。无解，无解，无解。这个有了。
我真的很希望，就是你知道什么吗？啊，就是我很装逼的说一句，有了，然后他就真的出了。你有没有幻想过这种事情？对，但从来没有过。我无数次幻想最后一个箱子出一个金，对吧？好想要啊！比如说，你说一个幸运数字，一二三，现在是一对吧？我刚刚脑子里闪过一个数字，我以为。然后这个是二对吧？嗯。然后这个就是第三，然后我就很简单的这里弄头发，然后我们转着转着，砰，一把蝴蝶刀出来，哦，那个效果就无敌，但是不可能。就比如说我现在很随意的啊，这样一下，他就出一把刀，咱们就不看，然后不然就空，或者我就这样，这个必出，好吧，我说的，我。你们信不信我的这个响指它一定会带来东西？感觉可以，每天想200种。算了，这箱子很他妈臭逼，不给面子加傻逼。裂开来，这边刚好一排。哎，你知道小时候有一个很他妈屌的一个咒语叫什么吗？乌鸦坐飞机吗？错，叫哈库纳马塔塔。哈库纳马塔塔，知道这句话吗？丁满蓬蓬历险记看过没有？很喜欢看。裂开了，完了，完了呀！树里挖虫子吃了，就一个，看一看，好吗？其实人生有很多惊喜，就像今天，就像最后一个，就像他，在你绝望的时候，人生总会给你一个锦鲤，迎头痛击，锦鲤，感谢兄弟们，溜了，今天记得啊，裂开，哎，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。